老家了，一个老家在中国。然后正好，他们回来的时候叫回来了，一开始要放下我就觉得坐不住了，就想再说，不由我自己这个事，好像是咒术的，有了咒术病了。有一个抑郁症在上面在树吧，我可能要走吧，找到我们当地这里的人给我联系一下，可以来了一起栽树吧，我就太开心了。他一来了，你看又要帮我种树、干家务，还都挺利索的。到这里，空气好，大自然平安，心平气和。一开始他不会种树，我教他咋种，他也一直给小孩们讲这个生态呀、种树呀、咋地生根呀。我告诉他，我算是一个中文名字。我说那个印好不好，他说的好，你是小弟弟。Sister. My sister, 我的姐姐。My sister, 我的姐姐，对。我的姐姐就是。谢谢弟弟。谢谢弟弟。谢谢姐姐。加拿大的、美国的地球村民网友，沙漠过生日，这个五十多年还是第一次。他这么认真，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，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。念念回来的时候，我感觉这里一步一步发展了，发展和保存大自然。好远的一个地方，可以看到风车、太阳能板、新能源来了。我已经看到了我喜欢的。下次见吧。那走一路平安啊！谢谢。啊，回去给我的电话啊。再见，再见。我想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还有我们通用的地球，跟他这样认真，我也会认真改变地方，我也会改变自己，我也试试啊，都可以吧，我一直在记得之中。